你刚才的演讲特别励志，说最近也有一个特别励志的人，他的名字叫鸟叔，你听到了？之前从来没有人知道他，但是一首歌一个舞火遍全世界，相当的励志。他说你能来一段这个舞蹈？我膝盖不行。膝盖不行，那这样你当教练，我找几个人，有会跳的吗？你来，这个男生。好，来，队长陈一斌。好，我在哪？我在那边。对，你带着他们，你不用主跳，你带着他们，我们把这个励志的舞蹈满足这个观众的要求。欧巴江南 style。 欧巴江南 style。 来，你到前面来，你就像刚才那跳来啊，你是喝了来的吗？来，谢谢。好了，于宇请下马。谢谢谢谢各位，谢谢咱们，谢谢谢谢。